在这一次的北京冬奥赛场上呢，似乎也出现了一个蛮有趣的双标情形呢。我们就带你来看，这是其中一个选手，他叫做谷爱凌，他是一个中美混血，2019年的时候改回代表中国，也就是他规划了。那么呢，在这一次的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上呢，他就立刻夺下金牌了。那么当然了，就立刻受到了中国媒体的疯狂吹捧，包含大陆的网友也纷纷喊说：“哎，好喜欢他。”可是反观呢，另外一位选手，他叫做朱毅，他更早哦，在2018年的时候就放弃了美国籍，代表中国出赛。可是这一次表现却不太理想，因为他在滑冰比赛上摔倒了，就立刻被大陆的网友出征。而且啊，像是朱毅跌倒啊、朱毅摔了这些关键词呢，就立刻登上了微博的热搜。那么很多网友在讨论啊，他们就是批评说，像是谷爱凌呢，中文是比较流利的，而朱毅呢，中文是比较不流利的，就批评说这样子的人为什么还能够代表大陆出赛呢？就有法新社认为说啊，这个中国大陆现在这是明显有双重标准。其实呢，大陆原本是禁止双重国籍的，但是在习近平掌权下呢，这个界限是越来越模糊的。但是从大陆网友的反应当中呢，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对这个胜负的追求其实还是蛮强烈的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